我想去我爹的店看看去。猴子，小二，哎，客官，先放桌上啊。得嘞，客官您慢走。 是俺们的吃喝，简直给俺们送东西。哎呀，真是老天爷给俺派来的活菩萨呀！哎，哦，呀，爹，您拿好。好。白司令真是个好人呀。姑娘啊。 俺多少年没吃了这么香的饭食了，这都是托范青天的福啊！俺们呀，享大福了。范司令真是个好人。我这一辈子啊，要是再过上几年像今天这样的生活，就是我这双眼吧唧这么一闭，我都知足了。您慢点儿，慢点儿。范司令是好人呀，大好人呀。这真是天堂的日子。来，老哥，多吃点菜。好，您吃。 自己家呀，我自己家就行了。
都贴上啊！驱逐日本侵略者，晶晶写的字儿比那些男生写的都好，是不是啊？还是挺好的。就是啊，晶晶写的真好。淑萍姐，字写的好有什么用啊？又上不了战场，打不了鬼子。我呢？ 要是能够打枪打得像他那么准就好了。像他？他是谁啊？就是我们那天在街上碰到的那个打鸡蛋的侍卫。啊，你说的是我爹身边的那个跟屁虫，他武艺是挺高强的，双枪打得出神入化，百米之内说打你左眼，绝对不打你右眼。 咱们去找张叔，让他给咱们抗日救亡使发枪，有了枪就可以去找那个跟屁虫学枪了。走吧。太好了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哎呀，走嘛，走吧走吧走。哎，你们先忙活着啊。好，好。狗念、金、木，树离哥，你就别木了，你就够木的了。这绳子啊，是我爹让你破他的招式的，你别再想不开上吊寻死。 你才上吊寻死呢！哎，我说你这个榆木脑瓜怎么转的啊？琢磨不出来就自己慢慢琢磨去。你先跟我识字，啊，我可不想在这陪你蹲黑屋。俺不学，俺看见字头就带。不学是吧？对，不学。行，那你教我打枪。哎，枪也不教。哎，讲不讲理啊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整出一。 让他学认字儿，这是司令的死命令。如果一天认不了10个字儿，就要重责20军棍。后来，又送来了范树礼，让林鲲鹏教他用枪。这个是禁闭室的钥匙。
我把他交给你，你看着办吧。我去见司令了。哎，张叔，这啥意思啊？ 汪参谋长刚走，他说这是一局死棋。谈谈你的看法。我认为，这盘棋看似死棋，但绝非死棋，因为它不是当年的刘邦项羽垓下之战。四面闻敌，但却听不到四面楚歌呀。说得好。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小鬼子倒行逆施。 逞一时之勇，想亡我中华，痴心妄想。所以，我想组织抗日的民众，但必须要借鉴和学习共产党的宣传鼓动的方式和方法。借鉴共产党的宣传鼓动方式。嗯，司令，您就不怕有人告你通共、亲共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连蒋总裁都跟共产党签订了双十二条约。 红军被成立了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。可是据我所知，有些人仍然固执地认为，攘外需先安内。我知道，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，我是凭良心抗日，我不怕有人跟我争地盘、抢饭碗。如果有哪位贤达能够让这片沃土免受敌人的荼毒， 让黎民百姓过上太平祥和的日子，我愿意主动让贤。司令，您为什么不跟共产党直接接触？我不已经在跟共产党人接触了。啊！去年有一个朋友到聊城来看你，这人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。他去山西游说过阎锡山，去北平游说过宋哲元，来济南。 见过韩复榘。此人的主要主张是不打内战，联合抗战，枪口一致对外。他来聊城除了会朋友之外，还肩负着特殊的使命。这个人叫彭雪枫。司令，坐。我赞同共产党的主张，梁委员长也很认同共产党的主张啊。你的那个好朋友。 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来到聊城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得给我一个跟他认识的机会吧。当时国共还没有签订双十二协定，我怕给你添麻烦。张翰，我从军30年，我身边的人是何党何派，难道我心里不清楚？树林啊，你看啊，俺的要价也不高。 你只要办完想出，司令给俺这绳子是干嘛用的，俺就教你打枪，怎么样？我哪知道这绳子干啥用的？我只知道每天不教会你10个字，咱俩都甭想出去。哎呀，是啊，俺一天要不学10个字啊，就不许出去。出去呢，就咬俺20军棍。可俺不出去，俺出去前必须得琢磨出破解司令的招。哎，你找谁呀？哎，哎，怎么弄？还怎么还怎么？啊啊！天，天书记。 哟哟，姐，耍什么汉呢你？要打架，鲲鹏一个打你10个。哎，听见了吗？滚一边去！你们仨还进套了？下什么套呢？你在这儿跟鲲鹏兄弟耍什么少爷脾气？找抽吧！二小姐，你不能怪二少爷，都是俺不好。司令让俺学文化，俺不喜欢，不学。他把俺框进了这禁闭室，还把召集学打枪的二少爷也框进来了，给俺当老师。可司令让二少爷带来的这个绳子。 又不让俺俩上吊，二小姐，你说俺要是琢磨不透他到底是干嘛用的，哪有心思学识字儿，更甭提叫二少爷打枪了。你听明白了吧，姐？啊，他不识字，爹嫌他没文化，把他诓到这儿，恰好呢我又急着学打枪，把我也诓到这儿。他教我打枪，我教他识字，是吧？可他呢，一根筋，非得逼着我帮他琢磨这绳子干啥用的。你说我哪知道这绳子干啥用的？ 二少爷，
你呀、啊，话是这个话，理是这个理儿。那天啊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，让司令暴露的结结实实，连枪都没法拔，还摔了个四脚朝天。俺觉得司令给俺这个绳子肯定有用，俺就不信了，琢磨不透的。淑萍姐，咋啦？你知道干啥用啊？这绳子到底干啥用的？捆人的呗。捆人呢？捆人？有道理呀、啊。哎，哎，你们要干嘛？捆人！你们要干嘛？哎，那个干什么？哎哎，来，别闹了。我是非常想跟共产党接触啊。我想深刻的了解联合作战的主要方式。司令，您真的想跟共产党合作？不是想合作呀，而是要必须合作。现在的鲁西被日军重重包围，真跟当年红军在江西和陕北有没有相似之处？有，有相似，而有着质的不同。国军和红军之间的厮杀啊，是主义之争，也可以说是两大集团之间的政治利益之争。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两个国家、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，国共两党的领袖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，所以才团结一致，共同对外。那么现在，共产党他们的治政治军的一些方式方法，对我们在鲁西北站住脚跟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我才想跟共产党的高层想进一步的接触。好，我尽管安排。哎，张翰，放在你那儿的两个小家伙怎么样？哦，忘了向您汇报了，刚把这俩人放在一块那会儿啊，就像是拴在一个槽上的俩倔驴互相咬。这不，刚才树萍、柳兰姑娘和陆小姐去，他们一掺和保证就没事了。我想好了，既然成立了鲁西北抗日青年挺进大队，就应该尽快的去训练他们。你这样，从各营啊挑选一些有文化的军官，给他们上一上军事课。好啊，这半天学习，半天练武，既不耽误学业，必要时候还能拉上战场。这帮小年轻要是知道了您这个决定，那肯定兴奋的嗷嗷叫，排着队等着换军装发枪的。啊，你顺便再去告诉军需处，尽快赶制出一批军装，让这帮小年轻啊尽快的统一着装。一旦有战事，可以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他们。是。司令，你觉不觉这两天有点太静了？哎，怎么不读了？哎，树立哥，来来来来，快，俺想出破司令的招了，快，快！你说我爹不是出的什么绝户招吗？哎呀，打破了，快，帮俺把枪插上。吃饭了？吃饭？哎哎，先不吃饭，树立哥，先插枪，快！哎呀，吃完饭再插。不行，快把窗户，快插上。哎哎哎，不对，不是这样插。不就这样唱吗？你倒过来插，倒过来插。哎呀，你咋这么笨呢？倒过来。对，我来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对吗？对。有这么插枪的吗？啊！你要是我敌人呐，你早死定。不许动，把手举起来。可以呀、啊、你啊，臭小子啊！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吃饭吃饭。哎，帮把绳子解开。
俺破了。你破了啊？那你听我的口令，原地跑步走。是。一二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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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一。司令，反正您出的账也破了。鹏鹏啊，你再好好琢磨琢磨，怎么做才能做到枪不离身啊？是。哎啊，这招谁教你的？是陆小姐，她可真精。是晶晶啊。鹏鹏啊，要是不打仗的话，你让陆小姐每天教你这十个字。啥？让陆小姐教你学识字？大老爷们儿咋能让姑娘家家的当先生？怎么了？先生还分男女吗？不是，是是什么？我看是你心里有鬼。俺心里没鬼，俺想说，嗨，俺也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，那就等于你没有文化。赶紧去，要是有抗军令，我重责你30军棍。咋又多10军棍？快去。赵月明先生问您好，他说您是司令，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由您来定。那就越快越好。这么着急啊？能不着急吗？战争能等人吗？赵月明先生，让我转达一个重要情报。日军为了达到占领6区的目的，在临清、禹城两地重兵集结。目前，在禹城一带的日军尚无动静，但是在4区临清的日军很有可能随时出动。骄狂之敌，必报唐毅失利之仇啊！这早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。两个中队的鬼子，100多皇协军，加起来也就500多人。鹏鹏，呀，立即通知唐毅的七字球和木西山连夜赶到聊城来。是。有情报显示，日军正在沿着临塘路向唐毅进发，预计明天一早就会到达唐毅县城。张翰，禹城的日军还是没有动静吗？没有动静。这样吧，你们看啊，如果日军从临清出动，顺着临塘路来进入唐毅县城的话，来，怎么回事？来，快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司令，赵秘书在完成任务的时候。看啊，刚才说到临清的日军会顺着临塘路，
报告。进来。那么，你们诸位看啊，从这个地方。司令，司令。好，很好啊，还是穿上军装精神的啊。来，二位，坐。西山不敢。让你坐你就坐。是。目前有情报显示，明天一早，敌人很有可能进攻唐邑。如果敌人进攻有500人，你们300人能不能守得住？应该没问题，但从头的兵力而论，供方兵力至少是守方兵力的1倍，他才有稳操胜券的把握。可是司令，我就担心敌人的大炮。你就担心敌人的大炮？一听说敌人有大炮，你就吓尿了？不是，这样，我也给你增加到500人，另外我再带300人。从敌人的侧翼和背后进行进攻，请司令放心，子秋绝不会让敌人大炮吓尿，只要我们活着，保证完成守城任务。好，齐子秋，我现在就任命你为营长，这一仗由你全权指挥。是。啊，马家河抗日游击队徐队长表示，他的100多号人随时可以出击。好，你们二位马上赶到唐邑，一营跟你们一起出发。是。行了，就在这儿吧，在这儿就能听到唐毅的枪炮声了。红包，哟，去买点地瓜过来。是。司令，让我来吧。来来来来来，闪开闪开。报告，一营、二营、卫戍营和马家河抗日游击队已经到达准确位置。别拉拢。是。司令，您这是干嘛呢？烤地瓜呀。烤地瓜？蒸的、煮的我都吃过，您这挖坑现烤，我倒是第一次见啊。没尝过吧？嗯。今天让你尝尝烤地瓜。有点意思。我告诉你啊，余光啊，你是从城里长大的，哎呀，不知道乡下孩子是怎么烤地瓜的。烤地瓜烤出来那个香啊，我打小就爱吃烤地瓜。今天让你尝尝什么叫烤地瓜。行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在唐邑城下尝尝司令的烤地瓜，尝尝我的手艺啊。都尝尝啊。司令，敌人炮火准备了。司令，地瓜只有小的。小的好，小的容易熟。来，太好了。哎，来，往上铺土，铺土，铺土，来。把它架上去。好嘞。司令，有点意思。来，火柴。司令，敌人开始攻城了。Come on.
三爷，县城里的国军和小鬼子干上了，就连共党的马家河游击队也拉过去了。小的们问咱，咱该怎么办？三爷，樊主贤这是要杀猪过年呀？连共产党都过去帮着扯猪腿去。哎呀，那咱清风寨怎么不得过去好把猪毛啊？可是三爷，这县城里还贴着您的告示呢。我是怕我？俺家你怕过谁呀？俺的脑袋，哎呀，值一千大呀！咱这行内最高价了吧？樊主贤一个月的饷200大洋，俺这脑袋顶他5个月的饷，可是俺觉得还是少了。闹闹，不说了，越说越气，咱赶紧的过去凑凑热闹，顺便看看小鬼子长的模样。赵八，留着看宅，其余的兄弟跟我走。走。好。痛跟痛痛都是中国人，是中国人就得打鬼子，兄弟们打！弟兄们，援军来了，给老子狠狠地打！
谁都不能搬走，兄弟们往死里打。司令，枪声停了。走，去唐毅。三爷啊，这次咱可发财了。兄弟们都看见了吧？这小鬼子跟咱一样，都是两个胳膊两个腿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敢来咱的地盘，有见一个杀一个。兄弟们，见样了啊！放下武器！